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左南岛，右七星。阳寿未尽之人于幽冥司，即非法闯入者，必须将尔等绳之以法。我倒要看看幽冥司的恶鬼，人间的恶鬼，哪一个更凶狠？这是彼岸花。但你要是不想丢了魂，我劝你还是不要采。八宝道长超度僵尸有功，幽冥寺中人早有耳闻。僵尸是我的朋友，凡人也是我的朋友。九叔传授我降魔之术，本来就是为了能够帮助大家。他深藏的记忆，似乎与幽冥寺一桩旧事有所牵连。把空僧少主交出来。这里已经没有空桑少主了。